下边呢，另外一段也是地藏菩萨过去啊，曾经是一位孝女，过去无量无生契机有佛出世，那尊佛的名字叫清净莲花目如来。在他的相法之中有一个罗汉呢，叫佛度众生，遇到一个女人呢，那叫做光目。这位光目女啊，就是供养，用食物来供养这位罗汉。因为他的母亲过世了，所以希望以供养阿罗汉的功德来求得救度啊他的母亲。这个罗汉呢，就叫光目一个方法，他说你可以支撑的清支撑心呢，以支撑心念呢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名号，同时呢要塑化如来的形象，那你自己也得到利益呢，而你的母亲也会得到福报。他的母亲呢，也就因此啊，而离开了恶道，而转生到他自己的家里边，升到光目女的家里边，作为光目女的一位破女的一个孩子。我们现在叫是什么女佣人吧，就成为他的女佣人的儿子了。而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就能讲话的，他是什么原因他是这个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他是说因为啊，在生的时候啊，杀害毁骂犯了这个两个过失，两类的过失，杀害众生，毁骂他人，因此呢就受了苦报了。他说我虽然现在呢生到你家里喽，我还是个下贱的人，而且呢只要13岁之后啊，我又要死了，死了以后我又会堕地狱了。哦，观摩女听到这样子的话非常的难过，因此呢就对着空中，对着清净莲华目如来发愿。他是这样子发的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是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记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华目如来向前，却后啊百千万亿劫中，因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不尽呢，我然后方成正觉。此光目女者即是地藏菩萨，她的母亲呢现在的就是解脱菩萨。这里边一段经文呢又提出了地藏菩萨在过去啊为了救他的母亲而发了这么一个愿呢，愿以无量劫永远地度尽所有三恶道的众生之后，全部那一些众生都成了佛，而他才成佛。这就是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地狱为空誓不成佛。这是一般的我们都会念这两句话，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现在呢大家已经知道了地藏菩萨的愿心呢都是因为孝顺他的母亲呢，先以孝女身而发愿呢度众生，因此
在我们中国七月份呢，地藏菩萨的诞辰生日的时间呢，我们要祭祖先，我们呢要表示孝道孝心，就念地藏菩萨的本愿经。有人有病呢，或者是临命终时，是如果家里边有人有了重病，或者是呢已经呢要往生，或者是已经往生了，这个时候应该替他念地藏经，而应该呢供地藏像，应该呢有布施啊，修布施做供养，乃至于在一七日中，也就是七天之中呢，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满一万遍，能够在千万声中啊，经常都在都生在啊尊贵的人家。如果在世在日多能够啊念地藏经一遍，那么现世令你这个家庭啊没有种种的横祸或者是呢灾病，同时保佑你们家里呢衣食啊富足。所谓十灾日，也有人这六灾日，也有叫十灾日，也就是一个月之中有十天是叫灾日，守八关斋戒。乃至于听到这一部啊《地藏经》三个字、五个字，或者是一个偈子，或者是一个句子，现在就能够得到安乐，而且非常的安乐。将来呢，就是百千万生之中呢，都是相貌端正，而出生在富贵的人家。所以，我们遇到啊家里的人有了病了，念地藏经；或者有人过世了，念地藏经。这念地藏经的功德呢，下边有这么一段经文呢，如果说自己念地藏经的话，这个地藏经七分的功德是每一分自己都得到了，如果是自己没有办法念，请他人念，或者是后来的人替他念，那念经的人呢可以得到其中的六分功德，而被超度的人、被回向的人，则能够得到其六分之一的功德，啊，七分之一的功德。你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自己还能够念经的时候，最好是自己诵经呢，每一份功德都是你得到的。这有一些人呢，非常的愚痴，自己不念经。父母过世了也自己不念经，到寺庙里边去出了一点钱呢，叫出家人替他念经，这个都不划算了。地藏经并不全部是为了亡者而念，我们在生的人如果能够念地藏经呢，就能够得到地藏菩萨派遣呢当地的土地神以及种种护法神来保护你一生，你现在这一生之中就能够啊平安，而没有病痛，也没有啊灾难。当然最后呢一定可以啊成佛。地藏菩萨的本愿大愿法门今天呢讲完了，希望诸位我们在任何时间呢，如果愿意的话，如果你还没有一定自己的修行法门呢，就修地藏法，因为是非常容易修，
这是修供养、修布施，然后呢，赞叹、礼拜，以及呢，诵经、称名，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可以修的法门。而修的法门呢，对于我们现身、现在，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然后最后我们一定能够成佛。如果是为了亲戚朋友、亲人、家人呢的病或者是伤，念地藏经、诵地藏菩萨名号、供养地藏菩萨圣像，那就能得超度。这是啊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法门呢。今天我讲到这儿为止，讲完了。祝福大家，我们试着来学习地藏菩萨的精神，修行地藏菩萨的法门。愿地藏菩萨的功德，我们大家都能分享。最后，我们呢，大家来念三句地藏菩萨，请大家跟着我念啊，我念一句，大家跟一句，请合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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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今天法会到此圆满。